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没事别到我这儿来。我有事。啊！把你爪子给我拿开！我真有正事儿，自己看。 姓包的，敢耍我！不过我也挺佩服他的，根本不像他长得那么懦弱。死到临头了，还能故意把大桥的关键支撑点指错来误导我们。中箭，第三个柱子。这儿。那边中箭。这儿。包建华，有你的。 手没事吧？没事。嗯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心里有点乱。 你去趟黑龙山，去找陈世民，督促他尽快完成任务，不得有误。总指挥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暂时的实力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。 你说什么？二叔又跟美国中情局直接联系了？是的，据报，由美国新扶持的情报组织“自由中国”说，自京哲行动开始以来，他们就开通了频道，与二叔取得过几次联系。不过，有两份电文被我们截获了。破译了吗？他们的密码等级太高，暂时没有破译。 二叔到底要干什么呢？难道他要脚踏两条船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吗？抓紧破译。是。报告。来。报告长官，二叔来电。快点。程启，毛局长。 为了有效打击共产党搅乱春城秩序，制造恐慌，我拟在春城水厂实施投放五硫化二磷的行动，望准二叔。投毒？给他发报，告诉他，用五硫化二磷制造剧毒攻击民生目标，容易给共产党留下画饼。 给他说，呈报具体计划，待计划批准，方可实施，不许擅自行动。是。
说特派员啊，我一想起明天的行动，我这心里就直打鼓啊！怎么了？这是？你说，二叔让咱们大张旗鼓的去打乡政府，这不会是赔本赚吆喝吧？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哎呦，什么真真假假的？我就是一个粗人。 文绉绉的东西我听不明白。哎呦，你就别绕弯子了，直说，这仗该不该打，怎么打？二叔让你攻打两个乡政府，你不打行吗？军令难违哟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攻打乡政府，必然激怒共军，他们会用主力围剿你。就咱们这几个人，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别忘了。 共军用了不到三年时间，就消灭了咱们800万正规军，还在乎咱们这点小妖小鬼儿？哎呦，我说，哎呀，这打也不行，不打也不行，真是愁死人了。愁什么呀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？我说，特派员。 赶紧给我想个两全之策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成没柴烧。咱们手底下就剩这几个人了，要是一次行动就都打光了，二叔岂不是更看不上咱们了？与其沦落为丧家之犬，不如来一个拥兵自保。那就不打了，打还是要打的，要不然落一个违抗军令的罪名。 不过，打又要讲究打的策略。请特派员明示。这样，先不要打南关了，集中兵力，佯攻大王庄乡政府。只围不攻，对天放枪，在大王庄乡政府外围待上一两天，在共军的主力到来之前迅速撤离，既没有违抗军令，又不激怒共军。 特派员，你去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盯着。睡你的觉吧。谢谢特派员。协运电台又开始活动，启用了新的波长，呼号密码老一。 哥，心情不错啊。周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坐。哎，啊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哎，周局长，你跟您这……别打岔。啊，刚才叫我什么？哪句啊？刚才。哎呦，还能把您叫什么周局长吗？不是，您坐。我告诉你。 我当侦查员的时候，你还撒尿和泥儿呢。那玩意儿多脏！雨涵都跟你说了，说什么什么也没说。你少在这给我演不好意思，把我的宝贝侄女都偷走了，还在这给我装无辜。那不是。
您的侄女您还不了解吗？这不都是被您给惯的吗？刁蛮任性，他的话不能当真。哼！你真这么想？真的。 那好，那我命令你，从今往后不许接触周雨涵，否则你这个侦查科长别干了。不是为点什么？凭什么呀？为你跟组织不说实话。我哪句话不是实话呀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不承认你跟周雨涵好，他不是你的女朋友。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呀？什么时候？你不是说吗？ 被我宠坏了，什么刁蛮的小公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那什么事儿不得需要一个过程？人家不好。我不了便宜你还卖乖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呢。你现在考虑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你说什么？生米都煮成熟饭。<笑> 老同志就是老同志，你说这用功的手段，你真是够高明的。哎，这行了，这事不说了。来，这是老姨刚刚发来的电报，你看看。西影电台又开始活动了，而且启用的是新的波长呼号密码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 这需要你们动脑筋，认真分析，做出准确的判断。好了，从现在起，你离开禁闭室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是。回来。又怎么回事？过来。从今往后啊，对雨涵，在工作上要更加严格要求。 要细心呵护。嗯，但生活上要细心呵护。嗯，他是革命烈士后代啊，要什么散失，我饶不了你。我一直都是这么要求自己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滚蛋！那我走了，周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啊。老姨来电，显影电台最近频繁发报。那是破获新的消息了。嗯。情况复杂呀。之前这个显影电台只是发信号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，现在使用了新的波长，呼号密码。 这个麻雀很有可能在和中情局的人联系。来，老周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台湾发来的。毛人凤得知二叔和中情局频繁联系，中情局保密局截获到两次电文，未破译。中情局参与了。嗯，看来。 二叔是被美国人控制了，他所执行的任务不全是保密局下达的，所以这个惊蛰行动被中情局渗透了。三弟来了，果然好二弟。 看都不看就知道是我。谁让咱们是多年的兄弟？大哥找我来，一定是关于谐音电台，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？直奔主题。<笑>我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谐音电台有问题。他以前发报毫无规律，但是现在恰恰相反，每天午夜准时准点的收发报，似乎是故意诱惑我们。 破译监听，这可绝不像是麻雀的风格啊！麻雀这么做，显然是故意迷惑我们，以掩盖他的真实目的。
但是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推测跟这个有关系。这是我当年离开保密局的时候带走的一批绝密档案，静珠梳理出了所有关于山口俊一的材料，而这些材料证实山口俊一当年带了2吨的细菌武器，并把它藏在了黑龙山的秘密军火库里。而我们在黑龙山的军火库没有发现丝毫细菌武器的痕迹。这批细菌武器可是危害重大呀，一旦打开它，对于春城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。看来这个山口俊一给咱们做了个死局呀。不管山口俊一开不开口，咱们必须找到这批细菌武器的下落，防患于未然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情况，当年日本特高课从保密局策反了一个高级特工，但是他的真实身份直至解放后都没有被查出来。这事儿我也知道，当时上峰让我秘密监听保密局的所有成员，到最后也没有监听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麻雀、山口俊一、邪影电台，包括二叔，从表面上看他们跟静哲行动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好像又有一条线把他们都穿到了一起。从我最近的监听来分析，这个二叔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使用邪影电台发报的人，因为他的发报手法和麻雀一模一样。如果麻雀是二叔，那他急于寻找山口俊一营救日本战俘就变得很合理。但是他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执行惊蛰行动？这点我真的想不明白。是啊，他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啊，最近从山口俊一那儿找到什么突破口吗？一提这个老东西我就头疼，他开口就有价值，可每次就说一点，不管怎么审问的都不再多说。干脆咱们再去一次黑龙山秘密军火库，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邪影电台的异常表现再次证明了麻雀也狗急跳墙了，咱们和他的博弈已经到了残局了，就看谁能抢得先机，将死对方。你为什么没有用五硫化二磷袭击水厂？上峰没批准，说要计划批准以后才能实施。只有先当魔才能成佛，对中国人不能心慈手软，你这样下去会误了我的大事。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现在你手里还有完全归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吗？之前的特遣分队个个都是精英，就是因为你的愚蠢，他们还没发挥作用就被共党消灭殆尽。属下知罪。不要等保密局的批准，尽快实施对水厂的袭击。属下知道。还有，你要尽快找到山口俊一的下落，别再让我等下去了。是，我一定尽力寻找。你是什么样的人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如果你不想让你在日本的一家老小死于非命，就豁出命去干吧。是。Thank you.
我命令你们，明天去执行一项绝密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什么任务？明天对春城水厂使用五硫化二磷进行攻击，要在春城引起一场大的恐慌。这个计划批准了吗？对共党心慈手软，我们将一事无成。是。你们都去准备吧，记住，明天日落之前，我要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，要不然你们就自裁了。弟兄们，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此次行动只是佯攻，只取鸣枪，不许伤人，听明白吗？明。好，出发。此去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多谢特别员提醒，陈某定案特别员训示，把假戏演真。多保重，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。好，陈某告辞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马占呀，有人很想知道二叔最近有什么新的行动。哎呀，这个事关惊蛰行动的机密，我还真不便透露。马占呀，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你呢就是负责监督二叔。他有什么行动，估计也不会告诉你，我们就没有必要为了面子上的事情故弄玄虚了吧？上文老弟明察秋毫，我也就实不相瞒了。我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连他住哪儿都没查到，他防我就像防贼一样。哎，真是愧对党国的信任呐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党国呢？说白了，你我呢都是党国随时可期的小卒，哪能跟二叔那样的党国重臣相提并论啊？这有什么办法？戴老板生前训令，军统的人必须是走着进来，抬着出去。咱们就认命吧。忠臣，但也不见得啊。现在天下已经改朝换代了。我觉得马专员其实有必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了。这么说，盛文老弟已经替自己想好退路了。不知道这个退路怎么走啊？我这个人呢，是绝不会给任何人当殉葬品的。盛文老弟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希望从今以后，所有有关于二叔的信息，你我可以共享。当然了，我也绝不会让你白干。你是要从我这儿买情报啊？早说呀，谁还会跟钱过不去？不是，你也知道。崔家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这话我爱听。成交。今天我来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，不知道盛文老弟是否感兴趣。愿闻其详。二叔的那个得力干将独龙今天又去车行租车了。又租车了？他要干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正是因为不知道，这里面才大有文章。你想想看，他有什么行动需要瞒着我们呢？运送五硫化二磷，聪明人一点就透。二叔向水厂投毒的行动已经被上峰制止，他要想擅自行动，就必须得瞒着咱们。马专员果然物有所知，哪里哪里，
喂，二叔今日将袭击水厂。什么？小徐，到，马上通知陆凯到办公室来一趟，有紧急情况。是。请。市公安局啊！市公安局啊！我是大王庄派出所，在乡镇周围响起大量枪声，但没有看到武装人员进攻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马上向上级汇报。喂，是柳宁吗？我是周局长。啊，周局啊，我正有事要找你。我这有紧急情况，请你马上到我这来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马上过来。让他们再乱一会儿吧，走，办正事去。说这共军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？你看这把自来水厂围得水泄不通的，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，一定要在这个事上找到突破口，不然完不成任务也是死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你看，这个普通的管道可以通到水管，一会儿就从这儿下去。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观察完了，水厂的十个加油装置还有配备仓库，基本上呈套环状分布，敌人不会蠢到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投毒，所以外围的6到10号蓄水池投毒的可能性最大。对，刚才值班表上写了，今天水厂的单号管道封闭检修，根本就不会启动，所以投毒地点只有可能在6、8、10号蓄水池之间。走，走。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？没有。这样，我带人继续巡逻。胡子，你守在8号自来水消毒间。是。雨涵，你跟小刘守在水泵房，其他的消毒间、反应沉淀池、过滤池，我都已经安排人守候在那儿了。大家严阵以待，绝不给敌特分子可乘之机。明白。那我现在就去水泵房。一旦发现情况，马上发射信号弹或者鸣枪示警。明白。你跟我来。是。
把车停在这儿了。车坏了，刚修好。这刚修好，赶快走。好好，不好意思啊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哈哈，我听说这山上有个金矿，我想过来勘察一下。真是无利不起早啊！我这个人呐，一不好酒，二不好色，就是爱财。一听说钱，我就兴奋了。哎，总指挥日理万机的，怎么也有闲工夫上这儿来啊？行动取消了？什么行动啊？哦，对了，咱们现在是铁路警察，各管一段，总指挥有什么情况瞒着我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你呀，明知故问。我就是来了解一下陈将军进攻大王庄的行动战果如何。报告，报告，陈将军总指挥。大什么大？舌头捋直了说话。大捷呀！陈将军攻下大王庄了。是。陈将军速战速决，应该上报国防部，给予嘉奖啊。攻下一个小小的大王庄就要嘉奖，这要是攻下整个春城市，是不是还要让蒋委员长亲自授勋啊？那也得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Thank you.
谢大哥，还想着咱们的任务呢。别动！哎呦！啊，科长，你这下手太狠了。要说啊，还是我学艺不精。涛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用？ 杨老板，哎，你帮我看看有没有见过这台车。我看，哎，这是我们行里的车呀。你确定啊？哎呀，那当然了，我就这么一台宝贝车，我还能不认识啊？这车怎么了？这台车啊出事了。出事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撞人了？烧了？还是压人了？特务用它做完案后，把它扔在山上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好啊？ 公安同志，我可是奉公守法、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呐！哎呀，这帮狗特务！杨老板，我们既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哎，是是，这样，你帮我好好想想，当时来租你车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哎，好好，我想想啊，我想想。我命令。 立即捣毁敌人的一号、二号秘密联络站，敲山震虎，要严厉的打击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，同时逼迫敌特分子向城外转移。周局，那敌特的三号联络站呢？动不动？暂时不动，继续秘密监视。局长，为什么呀？我们625专案的最高任务，就是要搞清楚敌人荆州行动的最终目的。 如果把敌人所有的行动路线都掐断了，那对我们的侦破十分的不利。